这里是凤凰大视野。1976年9月8号是那一年农历8月15的中秋节。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呢，这一天各家各户都会团聚在一起品酒赏月。但是在1976年的北京，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却没有一点点的节日气氛。此时国人已经在惶恐不安中经历了总理去世的沉痛、天安门事件的压抑，还有唐山大地震的悲惨。老百姓再没有多余的热情投入到节日的氛围当中，而这种消沉的不单单只出现在民间，更甚者还在红墙之内。9月8号的这一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一个代号202的房间里，中央领导早已经聚齐，他们都神色凝重，面容憔悴，正在讨论着一个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毛泽东的后事。到了这9月5、6号以后啊，把这个政治局的人都来了，都在这值班。二零二旁边还有一个会议室，都在这块值班。那时候保密的很厉害，没有，但是那就是私下的，私下的社会上传了，说主席身体不大行了。省军医上都知道，但那时候中央委一届都知道，我们这不清楚了。绝密的机密，国家机密，核心机密。红墙之内，毛泽东的病情牵动着每个在场的中央领导，但是作为最高机密，他的身体状况在民间却鲜为人知。在很多人眼里，毛泽东似乎永远都应该是站在天安门城楼，面对广场上百万人海，挥舞着手中绿色军帽的那个舵手、导师、领袖。文化当兵出去，他还能接见红卫兵，还是挺好，身体健康。后来一看，就尼克松来的时候就挺困难了。后来是不是还有？反正看着形象不好，挺难受的。说主席老得这么快，哎呀，这看这样身体也待不多长了，也是担心的。看得很清楚，身体已经不行了，这个流哈喇子啊，电视里面都是剪辑了的，人家架住他的啊，是这些。这是刊登在1976年5月28号《人民日报》头版的一条新闻：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如果不看标题，当时的人们很难相信，照片中坐着的这位老人就是毛泽东。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也是他晚年会见外宾时间最短的一次。会见后的第二天，各报刊登了这张照片，这也是毛泽东生前让中国人看到的最后一张照片。这次会见之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今后不再参加外事活动。最后印象就是他接见哪一个国家领导人已经脑袋抬不起来了，脑袋抬不起来，就报纸上登了的照片。我估计就从那以后，他自己看也不舒服，他不让见报了，见报就少了。76年的时候吃饭都不能吃了，从皮子要么管子什么药啊什么东西啊，都是打了水了以后进去了。从这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越来越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进入7、8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就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下发的关于毛泽东病情的通告中，江青、王洪文等人却坚持这样写：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但是这句话最终被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删掉了。主席去世前那一段呢，就不正常的情况就相当多了。我那时候就看到，这江青到处摇着个小红说：“我带着毛主席来看望你们了。”
他到处这么讲这个，还给那个我们报社还送芒果呢，给报社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我送给什么？这意思呀，华国锋反正和张学孝感觉反正不是那么很融洽，有时候遇到了带大不理的那种。你像那个，你说什么这叫张学孝根本都不理他，到上海打招呼就哼不哼就过去了呗。第二句话没有啊。病重期间，张青都去了啥？去了很早很早，去之前几天，他过来都想要捞点东西，要主席有什么指示啊，有什么那个啊，这主席有的后期都不能讲话了，讲不了了，想要找点什么，主席有没有写点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什么那个啊，有的这一种。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中央政治局成员开始在毛泽东的驻地轮流值班。到了九月八号下午，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最后，我看到那个医生给他打针啊，在最后几天难听啊，这个。打到那个去再起个泡，根本就不有血管都不流通了，是啊，最后打针都不行了，不起作用了。你说我们总理也好，主席也好，什么医疗条件，什么药怎么样嘛，又怎么样啊，救不了命。1976年9月9号0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去世。不是吴建平啊，讲好几个五六个主要的心脏病，不是吴建平啊，管心脏病，还有那个北大医院的一个那个叫什么的问题，我有的时候记不上来了。宣布的时候，感觉主席听得跳了，一个是那个机器，我们在旁边看那个机器也不跳了，这时候。他不是一个机器在旁边啊，那个心脏跳啊，再看到那个机器不行，再一个里头，就宣布不行了。9月9号凌晨1时许，中南海2020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工作。然而，是否保存毛泽东的遗体，成了会议争论的焦点。与会场内激烈的气氛相比，会场外，医护人员守着遗体静静地等待。几个小时过去了，会议仍然没有结果。有的专家抱怨说，天这么热，再等下去就不得了了。经过最后商量，有这个医学，有这个什么华国锋等等的，定下来是先保存。做保全的准备，要开这个追悼会啊，人们要这个赞扬啊，不是要把这个是那9号、11号就通到大会堂去赞扬去了，18号这个是那天安门追悼大会啊，开了完了以后就说了，再找处理。后来这个事情政治局就定下来了，这个准备保全。会议结束已是黎明，中南海里毛泽东的治丧工作才刚刚开始。在经历了10年的喧嚣和狂躁之后，此时的北京城显得疲惫，他静静地等待着第一缕曙光的到来。这里的人们也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着一天的忙碌，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再过几个小时的一则消息会像一颗炸弹撞击每个人的心灵。
毛泽东人生最后的十年里，人们对他的追崇达到了巅峰，大街小巷、工矿厂房到处可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歌曲中更是把毛泽东比作是红艳艳的太阳。如今万岁的人不再万岁，太阳既然落下，留下的必然是一片黑暗。而在这黑暗当中，人民如何接受毛泽东去世这一事实，又将如何面对呢？孔廷木两人打电话告诉，赶紧到局长办公室来，有急事。我一进去的时候，气氛就大不了。局长看见我说，谁也没说话，我愣了。因为站了一会儿，我们一位副局长才告诉我，说了一句话：“毛主席去世。”我们当时听到这句话，谁都愣了。1976年，杨正全36岁，那个时候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主管宣传的副台长。得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之后，杨正全和另外两位台长一起关起门来秘密的商量如何安排对毛泽东逝世的宣传工作。第一，申报讣告；第二，并机播出；第三，停止，绝对停止一切音乐啊；第四，用多长的哀乐，不用最长的，最长唱了多少。最后我们把哀乐再分了几遍，播一遍，播一遍，播到几遍以后正好是6分钟，所以就决定毛主席逝世的哀乐的用和用6分钟。毫无疑问，对于毛泽东的治丧规格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各项指标都要最高。经过3个小时的紧张安排，杨正全等人制定出了一套详细的播出预案。到了9月10号早上8点，广播局局长邓岗从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杨正全等人制定的预案得到了批准。邓岗还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正式播出毛泽东逝世讣告的时间定在9号下午6点。但是后来实际播出的时候将6点提前到了4点。我印象中啊是下午4点就听到那个唐人亭公园的那个喇叭声音传出来奏哀乐，待会儿我估计就是宣布那个讣告嘛。完了之后呢，什么治丧委员会的啊，完了一串，最后是奏国际歌，唱了3遍国际歌啊，唱了3遍。我一听，我的判断就是毛泽东去世了。集体悲痛的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毛泽东同志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我听见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我是在先农坛的那个地震棚回来，坐汽车下车的时候，我听见广播毛主席逝世消息，是一个下午，是9月9号下午。反正传达下来以后啊，就一片哭声啊，当时什么工作都停止了，就是哭啊。我说老实话，我哭不出来啊。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我的眼泪是情不自禁啊，不用你说都掉眼泪。后来担任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的贺延光，毛泽东去世那年他才25岁，当时他因为参与天安门事件而被捕入狱。当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到监狱的时候，贺延光的心情更为复杂。就是半年过去了，经过了天安门事件啊，毛泽东是有责任的，毛主席你是有责任的，国家搞成这样，48在上面横行，这个，所以我当时很复杂，眼泪是掉不出来，但是我不能让警察看见我不掉眼泪，啊，
你这又是问题了，你那伟大领袖去世了，那还有不掉眼泪的，这又是问题了，我怎么办呢？我这坐在地铺上，这个把头啊双腿埋着，这个坐在这儿把头埋住，一个哭的样子是吧，而且埋住我还不断的这个假装这个抽搐，但是我同间的那个小伙子那个形势外就不一样，靠着墙而大哭，一边哭一边唱，就有点像我们在农村里常见的那个家里边要办丧事啊，有些妇女在那哭的嚎哭，一边哭着啊，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对不起你呀的，啊，我呢，我又哭不出来，我听着他那样，我想笑我也笑不出来，啊，我也知道警察在那儿看着我，我就只能把脑袋在那儿埋着，不断的做出抽搐状。毛泽东去世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十个年头，中国民众也在畸形的社会秩序下苦行了十年。这十年里，四人帮依靠造反扶摇而上，形成了与中共元老相对峙的强大阵营。中国政坛出现了拔河式的政治斗争，而决定这场斗争胜负的红绳牢牢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上。如今红绳没了，斗争却还在继续。天大的事情，主席逝世了，在中国怎么办？这四人帮还没垮台，大家恨四人帮，那更没有人。周总理逝世，主席逝世，就对国家担忧。就在人们还没有从毛泽东去世的噩耗中醒来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给不安中的听众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按照事先的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连续播出三遍毛泽东讣告。在播出第二遍之后，广播事业局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说，他们都是在人民大会堂站着听的讣告，6分钟的哀乐时间太长，要简短。最后经过商议，决定将哀乐压缩到3分45秒，跟总理去世时一样长。一播哀乐就是用了这一盘3分45的，等把这个哀乐播完了以后，后边播出了一句话：现在播送周恩来总理逝世委员会治丧委员会名单。天大的事情啊！我在现场啊，在第一就在现场，我们好多人在现场，在那个播出现场，你不知道那个什么，都愣了。一个一个人像个木雕似的都那立在那，谁都反应不过来了。这一消息播出之后，中央电台的电话此起彼伏，群众纷纷来电询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人甚至认为自己收到了敌台。而作为事故当事人的杨正全心里更是惶恐不安。可是让杨正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上报到姚文元那儿之后，姚文元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回去安排好，别再出差错。这与他之前处理类似事件的方式大相径庭。原因呢，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当初换这个哀乐的时候，有人就派人去到中央电台的总编室去取哀乐，而取这个哀乐呢，恰恰就是周总理去世的时候用过的那一盘哀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毛泽东讣告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而几乎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谁说了算。那时候就最担心的江青当主席，这个张春桥当总理，这就麻烦了。悲痛，但是担忧，担忧悲痛，忧啊，忧虑，远远超过了悲痛。因为再看到四人帮到处派人去，从人民报的记者做，我们叫他特务记者，去摸情况。
他们心里很发虚，啊，这个两个力量的较量。正如老百姓所担忧的那样，中南海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红绳的拔河比赛，一边是老帅们的固守自若，一边是四人帮的强势猛攻。关于比赛的情况，民众只能通过报刊、广播进行揣摩，但是结果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相伴15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公告，公告中说9月11号到9月17号，中央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届时将会有各行业30万代表参加。9月18号下午3点，还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样是新中国的缔造者，相比几个月前的周恩来去世，这一次毛泽东的治丧规模可以说是庞大的多。但是在这个庞大的治丧规模背后，让人感到的不是沉痛，而是紧张。9月11号凌晨3点，毛泽东的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灵车，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遗体要被移至人民大会堂供群众瞻仰。六个人把主席的那个水银一起啊，就移到这个什么一个简单的水银棺在那个节移到这个灵车上去了。这个司机啊，走的时候啊，也在过去载的时候一样啊，前尾车子、后尾车子、主车，过去主车子是个。主席的坐了一个轿子，红旗车子，这还是改的灵车，啊，送到大会堂。9月11号上午，毛泽东遗体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安顿好以后，群众性的吊唁活动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失声痛哭，全国各地一律下万起之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报名去给主席遗体告别，9月11号开始遗体告别，过了2天之后是才毛主席遗体才造成罩子的。那看到主席老人家原来很高大的，他们那时候看人很短了。那时候就是大家一方当然看到主席躺在那闭着眼睛，平常的中间用小脑还在脑瓜子转，但是转这一圈走的时候大家都不想动，都想多看一会儿，就是那种心情。一进听到这个哀乐，一进入那一个场面，许多人是止不住的流泪的。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没有体会到那样一种场面，因为你的心情的复杂，因为对毛主席的热爱，又对毛主席的缅怀，又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担心。从9月9号凌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全中国似乎就只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毛泽东去世。
这一件事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文革十年，黑白难辨的社会已经让大部分中国人感到疲惫，政治敏感的人都希望能够从毛泽东追悼大会窥测新中国的未来。像贺延光这样已经身陷囹圄的政治犯也不例外。我们没有别的信息了，谁来接毛主席的班啊？啊，来看什么？天天我们可以看20分钟、半个小时的《人民日报》，到点门缝里塞出报纸来，看20分钟、半个小时，再塞出去，这个再传给别的家。从报纸上看什么信息呢？看那个照片，为毛泽东主席守灵的那些领导人的照片。怎么去判断？看，因为作为老人啊，这都得出来啊，他们精神状态怎么样，身体怎么样，看四人帮的照片，那个劲头怎么样啊，这个老元帅老将军这些照片，我印象特别深嘛。有个徐世友啊，上将，穿着草鞋嘛，雄赳赳的站在那儿，就看了这样的形象，老好像为自己能找到一些希望。徐世友这样，他对四人帮是恨之入骨啊，他对四人帮根本置之不理，真的。嗯，反正他就说他也就是四人帮，如果说主席不好，他真敢去走走，溜溜烟。新闻人有着特殊的政治敏感，在毛泽东的吊唁仪式上，不论是摄影记者还是文字记者，都明显感受到了两派斗争的气息。在四人帮看来，毛泽东的去世无疑是解掉了他们身上的缰绳，到了大干一场的时候。而另一边的中共元老们，他们更不能看到自己打下的江山被一群造反起家的年轻人窃取。那时候主席去世以后，各个单位都传达要给江青写慰问信，实际上就是效忠江青的信。江青、姚元他们传达下来，就是想被江青扶上来当这个主席。而此时的《人民日报》也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大批高级记者被派往全国各地。那是派的去干活的、采访的、收集情况的，那是最核心的人，收集这个社会动向。经济动向、动向这些收集动向的，那是一帮子人，啊，一派那些记者到各省去摸探，摸革委会主任、副主任这些老家伙各自的态度，具体是投靠四人帮呢，还是在观望呢，还是出于邓小平的人，派的就是这些干这个事儿去。到了9月14号，姚文元突然向新闻界打招呼。16号要发一篇约有2000字的重要社论。按照当时的惯例，但凡有重要新闻，都是前一天由中央电台广播，第二天见报。姚文元就几次打电话说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按既定方针办，你们要安排好播出，你们要安排好录音，你们要安排好连续播出多少天。那当时大家就看了以后呢，就一方面想到这件事情很重要，可能就是毛主席的遗嘱，另外呢对这句话呢有疑问。实际上呢，主席没有留下遗嘱，这主席也是后期都不能讲话了，讲不了了。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陈长江自然了解毛泽东晚年的情况，但是庭院深深，高高的红墙外，老百姓哪里知道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他们了解高层情况的渠道只有媒体，因此姚文元对于这篇社论的报道可谓费尽心思。播出的时候啊，姚文元是很费尽心机的，本来是在要在16号的，要在头一天的晚上播出，15号的晚上播出，因为16号见报嘛。但是呢，他安排来安排去呢，还是规定16号早晨的新闻报来节目当中首一次播出。他这个主要是考虑，他这就为什么？就是11号晚上的已经很晚了，
15号晚上已经很晚了，听众不多了，收听面不广了，影响不大了，所以就干脆改成了16号的早晨6点半，中央电台的重点新闻节目《新闻报摘》当中，全国听众最多的时候，首次播出按既定方针办这篇重要文章。据杨正全的回忆，9月16号这一天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一篇社论，共计15次。社论中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很显然，四人帮的利益是和文化大革命捆绑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社论发表之后，江青要求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而且呢要反复宣传。然而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个四人帮大肆宣传的口号，也成了他们覆灭的导火索。